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，我是依婷。那今天为您邀请到华信投顾邱鼎泰邱老师，老师你好。一婷你好，全国投资者大家好。那全球零售业正在掀起无人商店的商机，统一跟全家也正式启动这计划。那全球零售商的新浪潮，哪几档概念股会最受欢迎呢？老师你觉得嘞？好，我想啊，这个谈呢，就是最近就是最主要是亚马逊啊，Amazon 啊，推出这个无人商店啊。现在这个我上讲说，这个所谓的电子啊这一块叫做 generation 啊，所谓的世代的交替是很快的。我们很难想象说，这么几个商店啊，没有人管理的话，那当然，它的这个格局到底怎么样哦？那我们最近我们看到，就是说我们来看无人商店亚马逊推出在中国跟台湾形成风潮，这个我们等一下最后还要再稍微提一下，因为跟中国跟台湾的不同点哦。那昨天我想，最近这个昨天大家在电商都看到了，包括我们的小七跟全家哦，seven 跟全家哦，都有这样的一个在做测试的。那预估他们明年可能两家合起来，可能会超过接近500家。那营业的时间可能也不会是24小时，可能早上7点到晚上，因为早上7点到晚上5、7点左右这样的时间而已哦。那我为什么这样提到说，你现在开始在做试卖，也还没有普及化哦，所以今天这一个只是炒热它的题材而已。那我们就说，既然讲到亚马逊，我们就必须先来看看亚马逊的一个股价，然后看一下哦。你看，议题你们看啊，这亚马逊的股价很强哦。一再创新高，亚马逊啊！可是我跟你讲，亚马逊这刚推出来，这个啊，短时间获利看不出来，哦，看不出来。它最主要是因为它的网络系统整个骗局出来的哦，这一块所赚到的钱哦，其实让亚马逊事实上它本益比也是很高哦。你看它只是创造一个梦，它只是创造一个梦。我们再回来看刚才主画面哦，第一张，那当然了，既然讲到无人商店的话，就是要有辨识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最近最流行的 ID 啊。Face ID 嘛，就是人脸辨识哦，还有呢电子标签这两个部分呢，今天在台北股市都很强哦，都很强哦，因为一个题材上来嘛哦。那人脸辨识的话是那就牵涉到 3D 感测，那 3D 感测的话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3D 感测的概念股啊，比如说全新，你看这个哦，本来啊全世界的 3D 感测最近的股价都很不好，台湾算是最强的哦，算这个今天还创新高哦，盘中还拉到涨停板哦。我们刚才再看下一档哦，这个文茂，因为最主要它的大客户在美国叫 Lumentum 最近股价跌得很凶，所以把文茂给拉下来了。不过这个技术面就没有全新好了哦。当然，但选股要当然是强者恒强。我们再看下一档哦，昊鑫呢，这个股票倒是可以接受了，因为它技术面是横向整理哦，横向整理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呢，这个好，电子标签两档，大家记住哦，电子标签很简单，就两档而已哦，就公司两档，就个8069的哦，元泰。我们看一下，你看这个技术面也有刚整理完要上来的。另外一档啊哦，这个是3141的哦，3141的这个金鸿哦。金鸿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档股票哦，那没有关系哦，我们就我刚才跟大家提到说，为什么我们刚才现在这个画面呢？导播给我们这一个画面呢，叫做远望股哦。这个议题你知道吗？我们再把远望股放大哦，就是我刚才前面跟大家讲说，我们一定要台湾跟中国做分开。中国大陆啊，是从去年呢最早推出无人商店的，可是呢效果不好。为什么效果不好？因为第一个，你说人脸辨识没问题啦哦，但是这个你说很多人会遵守这个原则吗？他搞不好不去结账，拿了就跑，因为你没人看管啊。啊，你保钱要来的时候，事实上大概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所以中国大陆，你看远望股之前涨很多，你看最近股价一直频频在接近破底的阶段。所以呢，最后我们这几秒钟要帮大家做一个总结。我认为啊，这个题材短线上你还看不到很大的获利，所以不用刻意去追高。反而投资朋友，你这个时间点啊，你在这几档股票当中的话，你要先看什么？因为年报即将要公布，这个年报公布的时候，如果这个题材还在的话呢，你要选择年报最好的。本益比较低，甚至有配息比较高的殖利率的概念股，我想啊，如果相关的概念股大家比较不熟悉的，你不妨可以看我们的 Line@ 啊，看我们的 Line@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邱老师的分析，现在请收看一分钟看台股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看一分钟看台股啊。今天晚上，包括这个礼拜，包括今天晚上啊，最重要就是川普的国情咨文，他会提到两个，目前市场上提到的哦。第一个可能会不会对中国产生这个所谓的贸易制裁？哎，这个比较严重哦，这比较严重。你看这几天的大陆股市就不怎么样了。另外就是联准会利率会议，那我们准美国股市创下。今年啊，就这一个月来，就算是今年的单日最大跌幅，我们看到恐慌指数暴涨了24，来到13.8，13.8还好啦，
到过了15，大家警觉性就要来了哦。那当然回过台股来看的话，台股的支撑短线是放在11000点。那如果是没有跌破或者中线的支撑在10700点都没有跌破的话，都还是做多哦。那当然，投资朋友，我们在现在选股啊，因为现在到封关的时间点大概10个交易日，那这10个交易日你要怎么选股呢？注意我跟大家讲的，因为现在陆陆续续在公布去年的年报，你要选择高殖利率股，位阶低，股价已经跌一大段了呢，还有呢，本益比低，这三个的选股的方向，你掌握得好的话，一定可以在这封关之前赚个红包。谢谢大家。